我们今天是要去骑车，然后我们准备骑车到 Huntington。 我们现在先来这个租车的地方租一个车子。这个是 Tandem， 哈哈哈，是我和 Joe 要骑的，因为我不太会骑车。那个 Tandem 实在是太难骑了，特别艰难，那个头盔都没有我的 size， 我的头实在太大了。看我超大的头盔，嘿嘿，我坐在这个 Tandem 的后边，所以不用操什么心呀。这个就是牛顿的苹果树，就在 Trinity 三一学院外面，好漂亮啊。我们刚爬坡上来，前面有个大佬 carry 我。前面这个大佬骑车好快，我好害怕，下坡好快。起的那个巴士已经到终点站了，说明我们快到了。我们现在在这个荒郊野外，然后休息一下，风景很好。救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救我们！嗨。Second church. Sure, thank you. We'll just aim for the second church. 我们到了那个什么 Stand Eyes 那个小镇，然后刚才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胖大婶，然后有一个阿姨跟我们指了一下路，她说要怎么走。哎，这也是个小镇，好 cozy 啊。好，我们要去第二个教堂拿一个那种 pass 通行证。在这儿，我们在河边的小路上骑车，没有领到任务卡，就是没有领到那个 pass， 然后现在要去拿副本了。成都。大风浪大大大大大大大让我感到为难的，我的屁股好疼啊。这是不是有毛病？我说这里很适合拍那种青春少女那个校园电影，然后他说什么有个 monster 出来把你杀了。在骑车拍 vlog 的时候呢，就很需要一个 GoPro。 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请赞助给我买个 GoPro 吧。不用 GoPro， 大疆的那个稳定器也行。好的，屁股要痛死了。整个立起来的喝水，我的天，我觉得他们腹肌一定很好。这个小鸭子看着自己的帝国，看着自己的子民。看来我们真的到了，好开心呀，感觉。我们到啦！进城啦，进城啦！这条街叫 High Street， Real High Street Style。我们顺利觅食成功，来吃这个，评价还不错。希腊的传统饭 ，OK， 像屎一样的汤。哎。Shit color， 这个超好吃的薯条。好好吃。这个酱我在超市买过，然后我当时吃的第一天好像吐了，第二天还拉肚子了。这个是 lamb 就是羊肉，我觉得很有羊的味道。很骚很骚。这个馅饼倒是蛮好吃的哈。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饭出来了，我觉得那个羊肉太柴了，不是很好吃。糖果好漂亮。鱼。我们现在去看草泥马。噔噔噔噔，你看在看我呢。哎，跟我摇头。你看都在看我，看入迷了，是不是太好看了？
如果这视频还能在今天上传的话，说明我就成功到家了，因为这附近完全没有路，然后 Google 它也不知道路是哪儿了，所以我们就凭感觉骑吧。 How to go straight? Oh my, can we? Is it locked? Can we just push? Oh, we can't. Is it locked? Yay! Smart. Oops. It, oh, how does it work? How does it work? Wait. Are you really sure we're gonna bike here? Yes. Yeah, it is to cycle. Oh, okay, smart. Public can access? Is it public can use it at their own risk? At their own risk? Oh my god, what kind of risk will be faced?天哪，这个路进来之前呢，有个牌子，他说这是 private， 就是私人的路。他说，如果你要是想 take risk 的话，就是想冒险的话，你就可以进来骑。不过 Google 就是这么指导我们的，就让我们一起冒险吧。Head east。我们现在来找一找能不能出去，发现好像出不去。There's no door here. Yeah, it looks like a door, but we need to get over it. You want to try?Continue on National Cycle Route 51 for half a mile. Thanks, Google. You're very helpful. 找到路了 ！Oh my god！ 我们已经找到路了，看起来今天可以准时回家了。回家的希望之路，除了天空有点丑，有点想下雨，其他的还是蛮好的。希望我们能在雨大之前回到路上，就是回到那个有巴士的路上。Oh my god! What are they doing?Take the sweet chili for me. Yay, thanks. 我们在Saint Eve 的这个小镇的 Saint Eve 的这个小镇的超市，然后我们买了水和 chips. Yay. 哎，这个味道是 sweet chili and red pepper， 超级好吃，吃起来有一种红烧肉的味道，真的。把这个坝